所以来看九天玄女是这香业者的祖师爷，这个这香业者嘛，甲九天玄女称呼做香妈。伫咧洛江小镇哦，讲到有一尊超过百年的香妈，由一年老祖轮流来奉祀，为着替香妈找找着根基，中华县这香职业工会特别伫咧顺天府哦，举办着香妈顺境等后头厝的活动，希望予搁较侪洛江在地少年人了解着。香妈历史文化，彰化县制香职业工会人员用心发落各项的制香物品，强度顶面摆满各种制香的药材加香料，以及珍贵的沉香木。另外，嘛来向香妈展示新开发的香水化妆品。今天寻根之旅呢，又刚好遇到是香妈的诞辰纪念日，然后我们准备的呢，这就是制香的香料，然后这个呢，就是用中药材做成的香珠。对，然后这个是用沉香做的沉香皂，那沉香做的香水有目前有三款，然后这个有沉香做成的精油，对，然后这个就是沉香的雕刻雕塑这样。为着要让更加多人了解到香妈的历史因果，彰化县制香职业工会特别将供奉伫咧老祖厝内香妈，请到德惠顺天府进行鹿港香妈顺境灯后头厝的圣事。你是头一届啦，我是寻根之旅啦，因为阮做香界服侍香妈吼，香妈祖师，啊，所以阮要了解伊的。伊个姻缘是安怎来啊？你啊，嘿，啊，所以找游人馆就是里长做热心的，甲阮介绍这个过老期，因家中拄好有这个物件，有这个香妈请啊，你啊，香妈就是咱的这个九天玄女，尤其啊，恁九天玄女即阵的时阵的由来，就是早期啊，伫咱鹿港吼有一间啊，这个四景玉吼，这香铺内底有安三位安做香的这个师傅。因为少年啊，大概是讲吼，来当借着安这安尼，咱的这安尼祖师啊，求天玄女啊来安尼蹲地来拜这安尼楼主啊，安尼三个人就出资哦来安尼雕塑，就这求天玄女，啊当每年啊三位就来蹲地来登这楼主，啊当讲吼啊，最后一任楼主就是伫咱鹿港这龟尾啊这过港吼，这安尼已故的这安尼。啊，各港这先生会出来对啊，以及啊老了安尼上尾啊，啊因为吼、哦、日治时代吼、哦，起码吼啊因为宗教情况这限制，啊所以起码吼啊你变成讲无够继续来挂这楼主，到咧民国啊共和了后，由咱安尼地方真侪安只乡业啊，各一个乡铺，大家佫继续发起讲啊，都有四人乡嘛啊，伫咱这鹿港这个街尾。哦，即个德惠啊，即各港引导，是毋是咱过来请村乡，大家共同过来把即个楼主，安尼当来轮值，啊，互咱来做乡业，大家当来搁做一个联系。所以啊，迄马讲好了后，就搁开始啊来组织啊，即个乡业的即个乡马，大家继续来把即个楼主，一直到今啊吼，啊今啊都安尼的，当讲啊，咱即安尼乡马啊，当来到咱即个街尾，或是那回娘家来做即个圣诞吼，啊嘛真侪咱乡业界。啊，以及香铺真侪啊，这店家大家共同来咱家吼，为咱这求天玄女，为咱香妈来做这圣诞。香妈等后头厝的圣事，伫咧地方头人的协助之下，圆满达成，嘛，予鹿港乡亲对这香业祭拜的祖师爷香妈有了深入的了解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。